这个字啊，常见的呢是有两个读音。如果是后面是第四声，它要变成第二声为了语调的这个顺畅比如说不屑，第二个不屑啊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客气，You are welcome。这里的是表示否定的意思啊。你像这个字，否，那就下面是一个口，上面是否，就是嘴说不用嘴说不啊，否，这个否认。啊，否认这个事情。